大家好，我是二十六的主持人张明志，感谢主办方给我这个个人荣誉。因为这些方面，因为我的创办的决心，让我的肌肉站在这个舞台，给更多人看见，成就了我第一个品牌创办人。但是因为某些原因，我平台没了，而加入了二十六成为股东。很多人说，婚纱只会包装，只会装饰。也有的人说，婚纱只讲被淘汰。我不知道其他的人讲究会被淘汰，但是我只知道，我们这些人里，旗下的领导人一定要齐心，把这个品牌做大、做强、做稳。就是大家相信我们的人，把自己的理念和使命无限的坚持下去。说一句话。又爱扶持，又爱长大，又算平凡，也能白手起家。谢谢大家。哦，我们掌声恭喜二十六的名下之子 Air Force。